明白没有？所以还是要学会传统文化，对还是不对？明白没有？要不要给我们祖先一个掌声？OK， 好，来，所以呢，蛋白质呢，当然，如果血要做血，是不是要蛋白质？听到没有？当然，如果想要计划生育的，啊，那个精虫不够的，蛋白质粉也是很重要的。听到没有？尤其是精虫不足的啦，女孩子是不是有人提早收精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精量不足啊，或者是她的那个精啊开始乱啊，或者是比如说女孩子是不是以前是一个礼拜就完了嘛，但是有的人三天都没有了，第一天来第三天就收了，这就不对了，听到没有？所以呢，这完全都是精不足，因为血不足，血不足就是制造血的原料不足，就是好的蛋白质，明白没有？所以应该很clear了哈，蛋白质，来我们 next。